各位好，现在星期一刚下班，目前人在台湾万丰金基地南道馆，他给他们出口保有正在内建，第一次看老张，两边是同行，等一下，没见这是我，刚刚二十多，上楼遇到更高的阿姨，昨天连一场都不打击。2024以下都是新的，这一波是2008，那个也是在，好像是2003年，他可能再高一点的 IP 啊，至少是免费进吧，啊，打电脑打，你可以上班，这他为我提供上班。太关掉了，超级脑端重新关掉了。看上右上角的 CP 值，有没有高点的？高点的。2002，什么什么经验？八核。有没有射的？射的都很低啊，2002。那没准。单手模式，这都没有很高的，这是连右盘都给低了，刷闪要换盘，九千了，现在工具人，工具人，工具人，这是一种生物，我要换盘了，这个没有高点的。再加一点，对，通知我，低头，一下，爆掉，那个金龙狗，还有低头的机会，低次机会，啊，两次攻击，不行，还有六次机会。刚出手太急了，这基本上还是有东西的，第二球，哦，第三球，一下，两下，最近，再用一个进那个，这样基本，我大力跑走，还有一次机会。第四球，一定要动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我的，三点七啊，上糖果，连抓六，第一只的第四天第一只，早上不故意不抓过来，就这样子，直接抓它就好了，命中率很高的，第一场没抓到，第二场一定抓到，这是第一场，下盘的第一场，看一下吧，三点七。手相拼命，还有手相双翼强大最强等级，所以2002还可以哦，先留着打信号，先别换糖，等一下，因为手有时候 CP 比较低，所以有不一定 IV 稍微高一点，没有神奇糖果，好，药水补一下，这附近不知道还没有可以带哪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地图坏掉了，有时候要瞎猜看看在哪里。目前周围是没有黑蛋的，有些在道馆在进行，有些快没有了。这是刚出来的，看我抓一下这个。目前人在进行，刚才就找过了，电子卡。对对对对，马上中，对对，接
下班非常多人踊跃参加，获得超梦券呢？我不知道，他能说给不给？接不？那。好像是彗星的感觉。这等一下，我还是开机就好了。好了，这影片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咱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